大家好，这有一个西藏的旗子，西藏的达赖喇嘛的雪山狮子旗啊，应该是个西藏人，我们去看看啊，走着，给大家挥挥手啊，大家好，同志们好，哈哈哈哈，首长好，为人民服务，为人民服务。看这大门，这可能是个教堂。哎呦，这大门呀！最近有一哥们儿专门拍巴塞罗那的门啊，拍了之后挺火的，是吧？大理石，巴塞罗那的门。哎，这儿可能住着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露宿街头的人，或者是要饭的。哎，这儿啊，这儿。西藏的旗子啊，看这是藏文啊。哦，这有一个达赖的像，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第一活佛，这是那个转经的吧，转经的。这可能是一个官方机构，是吧？这是可能是一个官方机构。雪山狮子旗，